做的是吗？ 那是小孩都能用，这个。哦，我知道这个卖完了，等过两天吧，阿姨。现在还有什么呀？广东产。嗯。不错吧？嗯嗯。小孩子可以喝啊。这个小孩儿。小孩子可以喝，就他们来货。 主要是，对对对，这个感冒冲剂什么没有了？感冒目前现在关于退烧之类的，就是在这都缺货，一直掉，一直来不了货，主要是啊，好多顾客都有那个，有的呢就是最近这两天来的也不多，可能一人就先给我先分个一盒，先吃着，但是有症状的人肯定是有的货一定是给人家，如果要是说备用的这个呢，咱们不建议去大量的去备这些太多的药，有症状的人是可以。 感冒啊，阿姨，咳嗽吗？咳嗽。这些，嗯。这反正不管用，感冒灵。感冒流鼻涕的话，嗯。哎，这两天有点不行。发热的有的这些不是阳性吗？然后发热的在医院。快来了啊。好嘞，您慢走啊。好。然后就是医院现在不过来，就会来自行购买药。 啊，有的医院里来买这些退烧药，确实还是真没货。嗯，有的话一定是给这些顾客的。哦，是这样。确实是的。哦、因为有的退烧药，现在特别紧张，一直在订，一直没来，也挺着急的。嗯，嗓子疼吗？没说疼，应该不疼。好，结束了，辛苦你。我也行。 谢谢啊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咱们自己没有，一直在保护自己，所以中间就是怕顾客全部来，也怕被感染。其实，别的不用是吧？需要这个是吗？咱们点儿一点颗粒。一次一粒，一天两次。喂，你好。五十八分。对。 目前退烧的，你到明天来看看吧，有没有退烧药？有点胖。八十斤。啊。嗯，阿姨。要不来？